你知道，就是体验过，然后看过真的之后，你就会觉得，有时候会觉得那些东西很假。你们懂我的感觉吗？就是，我觉得这样。我觉得这样的形容很奇怪，但是大概就是，你摸过真的捏捏之后，你就会觉得细胶的捏捏摸起来是假的，这样子，那种感觉。不要刷问号，不要刷问号。我捏过细胶的啊，我捏过细胶的啊，就是你知道那个捏起来手感就是不太对。你们为什么对那个形容这么有反应啊？莫名其妙哎、欸！哦，没摸过，男生也可以摸自己的啊，就是你知道那个肉感啊，这是有差的啊。我很认真的在跟你上班呢、欸，我也很认真啊，我也很认真啊。